是拿多少银子，干多少事儿，剩下的都交给你了。咱们虽然土土相逢，但是每次见面都能喜笑还生，也算是半个生死之交了。你叫我声大哥吧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但是你得听我的，要不小的以后呢，我专门给你打车去，行吗？大家坐。小王命令把所有的食物全部吃掉，不许有剩。有人看这宏图霸业是正常，我看小王高兴才算是正常。你有三尺清风之力，我有三寸长蛇之诀，天衣无缝，合作无间。不愧是人中龙凤，得天独厚，天作不易。我看得出我们俩是同一类人，都会拼尽一切，不会有所保留。其实啊，我一直在等着你来谢我，险些等得有些不耐烦。我才不要当你的仇人，我要当你这辈子唯一的债主。原来是为了这个。无论是人生，我都不想。我要你陪着我云游四海，浪迹天涯。你这般为他付出，当真值得？他是前途无量的蓝中龙凤，而我却是无法抵御宿命的一粒尘埃罢了。我曾经说，当你悲伤时、难过时，我会记住你，我这辈子都会守护在你身边。